所讲的就是说，让彰基的文化成为我们机构的相当有我们能独特的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来我们家，我们能够跟他讲的是什么，就是这些东西，彰基的文化、验尸馆精神、历史文化、感动的故事。那你是如果说要跟人家比说啊，我医生很好开什么刀，我医生很好看什么，人比你比较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能够彰基，能够让外面来看的就是这些东西的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彰基至宝，最宝贵的东西，最宝贵的东西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讲，我们每一个员工要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。那这个习惯呢，可以塑造我们，塑造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在人的一生之中，你遇到蓝医师，这是你的啥？你的福气，也是你的荣幸。今天呢，你一点一滴受他影响。我常常讲，今天尊老公一个安尼行为作歹、很自私的一个领导者，我看我们培养出来也是一样，很自私，跟他过个低。那这样的文化也是啊，自私的文化，我想他不会延续到一百多年。所以你们最近有看到报纸，郭台铭他变了。郭台铭他变了，他以前的尾牙是怎么样？他说他吃吃喝喝，所以你看，你们看到了底下公共，然后呢，很多人在那边跳舞，然后他也在那边跳舞，然后呢，颁奖很多钱。他说他不要了，他要做公益的事情，他要做有意义的事情。他变了，为什么变了？我在想，在5月25号，我们跟他坐他的私人飞机，在清泉岗机场，在他第十二跳的时候，他也觉得无知，他也第一次呢接受手牵手祷告，他感动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5月25号到新郡，他马上下令他所有的最高级的世界的主管聚集在一起。那一天我看，我不晓得，我数不出来，那他的赖顾问跟我讲，8000人聚集在一起，他有很大的会堂，一起祷告。在无知的时候，如果呢在第十三跳，老实讲他整个要崩盘。所以我说他改变了，我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一点一滴受到谁的影响？蓝医师的影响。蓝医师要死的时候，要过世的时候，他叮咛彰化基督教的全体的员工，唔好改变，你的基本盘唔好改变。你的基本盘是啥物？我们的基本盘就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给你的。厉害啥？你要有无私的奉献，你要谦卑服侍，你要有爱，你要有正直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蓝医师这样的一个精神，他的一个文化，也让我们慢慢在洗礼，才有今天。啊，恁会大家讲讲啊，郭院长，你遐讲甲嘴甲全破，但是阮来都无偌济人，在这边我给他数起来也差不多100人、200人左右而已。那200人怎么影响到那么大呢？不要怕，这是有统计数字的，各位不要怕。蓝医师一个人，他的家子可以影响到彰基，彰基可以影响到整个台湾。台湾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精神，可以
转动世界。也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一个团队有 10% 的人，有 10% 的人，他可以影响 80%， 但是呢，一定是有 10% 的人，那些人真高怪了，你说怎样他都不爱听。但是这些人就是怎样，就是在给你怎样一个拉力，你这个拉力啊，如果被他拉倒，你这个 90% 就被他拉倒了。那你 10% 的人，就像各位今天我们有兰尼斯的话语，有上帝的话语印到我们的心，我们有坚固，你我大概呢，我们就可以改变其他的 90%。 所以我们很希望各位呢，从这样我们来做体会。因为呢，今天你我父母的影响有限，80%呢都是找他人的影响。今天你回到你的岗位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影响，你可以影响。所以我用这两句话，这两句兰尼斯在我们验尸馆的话语，这个是相当宝贵。我是觉得这个呢，是所有我们做医疗从业人员呢，一定要把它牢记在心。所以我们在很快呢，在三月下旬，我们就建造第二个验尸馆。因为我觉得张基啊，就是只有靠验尸馆这些话语了，能够继续再往另外一个100年前进。那这个是我们很快了。好，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第二验尸馆。那这个第二验尸馆也就是张基的文化，张基的根定根在第二个位置。感谢造物主精心的